哇，一堆尾巴。我也是，四条。一待六等啊。一号出来跳下去到了，就楼下。我没有石头。我嘛无。耐力果实。我想。这根本也太危险了吧！捡到石头啦！他已经生气了，我的天哪！下面，来，我把他引到空旷的地方。要去哪里？这里啊。上面吗？嗯。Here。我刚以为他要喷。Ouch！ 啊，不，啊，好吃。不公平。提成。哦，我晕了。他七层了，你不要怕。好。赏你一颗。哎、欸，没救到。啊、算了。哦，有力战流转出来的。睡了睡了，那是睡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。结束。啊？到后边了好像。没关系，可以三下。去哪里？哦。真的很恐怖。好，所以醒了一样可以拍三下。嗯、我以为只有一下而已。几套讲的啦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只能拍一下。我刚才是也拍两下，所以应该可以。如果我刚刚在你背下戳那一下就好了。我也感谢你。妈！哎、欸，我被喷倒。
剪的瞬间都不见了，很难过。加油！我在吃肉肉，你也想吃肉肉？啊、看你觉得特别好吃。来，心跳加快一下。好，烂东西，全都是小补。我可以倒可以一下。Choki 到了吗？嗯，跟刘展龙。不地盘争夺吗？哦，没有，他把他争走了。左边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没办法救你。哎呦喂，我有得吃机会，有得吃的机会，哇，好棒的感觉，还能吃，我还能吃。哎哎哎，没防好。哦哦哦，挡不掉！我没耐力了，我没耐力了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白翼龙，白翼龙，这个啥粉的？这个啥粉的？阿展回来了，他想要龙兔啊！Round two 是不是？有，他躺在地上懵。为什么一开始就躺在地上？哎，烦呢！我樱花药刚吃，哎，被他用掉了。他在失衡的。哦，六开。阿多克，阿多克，哦，六克，哇，超帅！我的这个登场，啊，对不起，晕了，还晕在一个很恐怖的位置，哇，好适合我，锤锤哦，可能是你的锤锤啊，可惜你不是，可惜，不死，哎呦喂呀！哎，我不想起来。真的尽力了。没有，我在龙奈的时候被咬死。哦呦！
段，还很健康。我导虫在导哪里啊？不要不要不要别别！这叫马杀生态。哦，这车没有打到。这一次打完就先休息。我今天好累啊，我已经开始有快失去意识的想法。想法。哦。我好像麻不了，一颗。我麻不了。我麻就。拜托。哦，差不多啊，十二点了，我也可以关台了。颤抖。哇，这个我刚来就要走了啊！我还想说再打一次流斩。嗯。进。啊。捕获完毕。那你们两个还打吗？我可以啊。好嘞。我这么 nice 的 ，nice 也那么 nice。nice 很 nice。啊，再见。拜拜。明天，明天。看了我一开始语无伦次。明天就可以干完课完了，听不懂，拜拜。大玩特玩吧，爸。我明天就可以了。我现在有几个地带可以卡到上面不会降等、啊，不是说可以卡几个，再两个。两个啊。所以我现在可以狂冲古代树，然后怕不会降。对，还是会。哎、欸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说如果我冲了另外一个，我的瘴气还会降吗？你先去看看啊，又没关系。冲另外一个应该是不会。我的话是本来这个什么瘴气六等，然后我要升。放低到六等的时候，它降到五等了。对啊，还是会啊。降一点点还好啦，一点点啊，降三四等。对，我有还会优先去降另外两个等的。我想，先再好了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萤火龙是古代树吗？鹿山虎有啦，你萤火不用担心，我鹿山虎七了。好，江江也是鹿山虎，到时候进你们就好了。那时候还有什么？荒地，荒地是那个我们的猎魂。
我这样感觉什么都不用担心，还蛮好的。对啊，随便打。有黑轰哎、欸！来啊！等死啊！啊？嗯？什么蹲死？来啊！哎、啊欸，有力战残爪，那打残爪好。力战优先。我能右出的魔乳，它是力战的开合，会显示不会。你力战，你右出来的都力战是要五等以上，五等地图以上才会有力战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的我能右出来，它如果是力战，它会是蓝色的吗？还是不会？是啊，我是说我的图片会显示它是蓝色的。什么图片？地图上会显示啊。我要右出的那一张表上面。什么表？不是啊，你右出来，它不是右边有四个地带？那、啊、像你现在荒地五等的话，你右出来的那边就是会是那个啊。哦，100%是力战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现在有残爪龙哎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们先打残爪，我只问说我能不能，因为它上面显示的图样都是一样的。嗯。所以我在想，它右出来的到底是会是力战还是一般？就是看你地图等级啊。所以五等一定就是力战。嗯。那就打成爪吧。那岩飞龙是在哪里？荒地啊。岩飞的荒地。嗯。今天就是打金火龙，岩飞在闹。那我要升荒地，我要岩飞龙。所以你现在打荒地。没有，先打残爪啊，有残爪啊。哦。所以我之后要升荒地啊，我要拿残，我要拿岩飞的东西。做岩飞的装备。可是，我、哦、没事。那装备好像还是要打调查才会有。打这边只会打那些材料而已。对啊，那这样因为你。要先打这边的岩飞打过才会出现调查。嗯，我到了。还是你们已经有岩飞调查可以让我打、啊？我好像删掉了，因为他说等魔物。哦，等魔物就算。咦，威酷！呀！秦月如是不是？给我记住。叼走了。嗯，我在这里。
西。看。哦，中药挺没用。在地盘争夺。我先撞的。哇哇哇哇！哇，这个摇气球真的很好看。跟风飘抓气球的感觉差不多。我帮你报仇。不敢走进去。他不给我抓了，为什么？他睡了，他睡了，他睡了。又水妖也来，什么位置啊？打尾巴。哇，水妖没有撞到。为什么？蛇龙来了，哇哇，我都没死，好爽哦！哎、欸，你骑上了，拍死！没差，没差，有差。他红眼的时候先撞就好。我的肉干嘞！
梦幻跳哎、欸，太猛了吧！不要，帮你回答了。哎，白痴，有种！哎，巨大古董出现是怎样？那你在偷啊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有一个人拿片手的奈斯在偷啊。什么东西？我看我刚才丢尖锐石哦。什么？骗你要死哦！比早下来的哎。刚你妹问你要不要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跳下来了哎。Okay. 算了啊。我是相信你啊。现在六等了，所以只要地图上出现瘴气的怪，都会是力战。理论上，我懂了，我开始了解他怎么运作的。因为我那时候黑红也没有到力战啊。双子。所以我说那古董呢？上面啊，对啊，他旁边啊。哦，哦 ，good。鼓槌出现了。鼓槌出现吗？有啊。有。那个。有人的鼓槌调查，哦，又倒的，又倒的，对，我以为是地图上。浮名水妖同时不见。好啦，今天就休息啦。卖玉。你可以看丁选，我有丁起来。等一下回来。好了，辛苦各位今天晚上的收看啦。今天，猎龙不知道可以列几天呢、欸？其实我真的可以一直列下去啦，只是怕你们一直看一看挂也挂到。看不懂，很无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欸，我这边没有那个，没有欸，好。
这个动作，嗯，啊嘞，挥手嘞，咦，那个好，打打打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